不是一会儿不是没有碗呢，吃饭。我家碗确实不多，我家就四个碗是吧？就四个碗，就主要就我俩吃，也没有别人。你呀、啊，哎呦我天，这锅、啊、是不是上顿吃完了没刷？就昨天我俩煮了点面吃，然后那就这么沤着呀？你这是现在是冬天，你夏天怎么办呢？夏天那就得这个有味儿了，关键是你家这。这是厨房和那个啥卫生间洗手这个这都在一起啊，干湿分离吗？是不？哎呀我的天，你看看你家这鞋和锅就都搁到一起啊，你说你的鞋都快掉锅里了，那放不下呀，你要不然都搁到鞋盒里面，你这样的话你做点饭那鞋那都熏黑了吗？嗯，你现在这个东西吧，它已经结了一厚厚一层油了，这个也你确定这个还能通电吗？这个能啊，这东西你还得一点点。我平时我就把这一擦完，我就感觉可干净可干净。我觉得你家这电磁炉这一层这个都已经快有一厘米了，我觉得。嚯，这油，你看这样它就干净多了。